在现场也给你准备了猪猪的玩偶要送给你，但是你要自己加曲，好不好？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喜欢玩这个。对，你能加几个就送几个。这个真的，这个平常玩的多吗？来，我帮你拿话筒。逢年过节玩一玩，玩一玩哈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，不用投钱是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没那么抠。就微信扫码买币就可以。这是屁股朝上。这是屁股朝上，是刚刚小猪没有成功抓到的那一只。啊。优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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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还有小朋友，还抓一个吗？要，好事成双，多拿。我们来看看，来，后期再进几只猪过来，还要哪一只？他要了一个帽子的，啊，好棒，好棒，你看，快点，快点，优秀，漂亮，两只，那个，这是我的福地吗？哎，好棒，刚要抓好几次才抓到，这么多猪朝上的吧？今天是打算要，对，我们应该不说，宋健可以一直在这里抓小猪。我就想说这个事情。对对对。我们多抓几只，然后我看看是不是有哪个媒体朋友下。哦，好厉害啊！多抓几只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都说送给大家，还没掌声啊！谢谢，答应我。答应我，最后一只啊，最后一只。后面还有一些人。啊啊，这个好。哇，你这个招手招的很厉害。你让我再抓一只这个伸舌头的好不好？你都说了，我能说拒绝吗？来吧。哪一只比较好？导演组现在赶紧去进货，快一点。是吧？哎，这只可以，好好，每一只不一样嘛，对，可以的。这只好抓，也还好抓，来试一下。哎，他哎玩的好专业，来，小心，有点危险，厉害！哇，好，各位，谢谢大家，来，这只好看哎，哇，两只，哇，三只，可以呀，抓小猪猪能手，宋先生，四只，我哇，抓了几只啊？当然，总是要哭了。哎，他是真的喜欢小猪猪哎，今天啊，他舍不得自己手上抱五只。我要谁？我要。刚刚小猪哥先把你发了。有两只一样的，那我是不是有两只一样的？有两只一样的，你的第这边第一只，对。然后把这只送给大家。好，送给哪一位？挑选一下各位。好，这个就送给我们的微博粉丝福利了哈，一样。好，真的哈，戴着帽子就是经典了。情侣款。